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所能言尽。建业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十六面。 忍恶明大君，那么在本经的正中分开始的时候啊，阿难尊者是请佛陀开示啊，这个守楞严王三昧的修学的法门。那么佛陀是花了三卷的时间呢、啊。 来详细的说明这个生命的真相，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对生命有正确的了知，才能够升起正确的观照。那么前面的三卷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汇归成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相望性征这个阿育大师在注解当中经常提到说啊，观相言望。 观性严真，这个相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只要你看得到的、听得到的、摸得到的东西啊。都是希望，都是生灭变化的。那么这种相状当中呢，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我爱子。 产生一种颠倒想，而产生的起惑造业，乃至于生死的流转。所以佛陀其实前面的三卷经文就是在破除这个希望相。那么把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个希望相，经过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我们说不迷不启不动，把希望相破了以后呢，显出一个什么东西呢？显出的。 现前一念心性，清净本然，诸遍法界，这个就是真实的诸佛所证，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个是不生不灭的一个真实的功德。所以，我们一个大乘的佛弟子在看生命的时候，是两个方向：第一个。 当我们把生命摄用归体的时候啊，把整个身心世界回归到真实的时候呢，那就是一念的心性。那么，当我们一体启用，我们一念心性受了业力的熏习呢，就会随缘而显现种种的五蕴身心啊，一个男人的身心，一个女人的身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体用的关系。 比方说，啊，我们今天一个大海，这个大海就是一个法性的本体。那么，这个风一吹，夜里风一吹的时候，产生一个水泡。那么，这个水泡当然各式各样，有大水泡，有小水泡。这个水泡就比喻我们的身心世界是生灭变化。那么，这个身心世界最后结束的，又回回到大海去。 所以，当有有人问我们说：“你从什么地方来？”那答案只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从我们的真如本性而来，从现前一念心性而来。那你死掉以后，经过几十年的，你的身心世界消失的，你又将往哪里而去呢？你还是回到了现前一念心性。所以，这个生命就是这样不断的变化啊。 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而我们的一念心性本来就无生，也就没有灭，啊，常住真心，信尽明体，它是不生不灭的。它也就是整个我们修行当中所要找到的本来面目。我们讲大佛顶，就是讲的这一念心性。你把大佛顶找到了，你才能够成就。 如来的密因，你才能够依止修学，成就诸菩萨的首楞严王。所以，它是一个整个楞严经的核心思想：说开悟的楞严。那么，你悟到什么东西呢？你就悟到了整个生灭的因缘当中，你从生灭的假象当中找到的不生灭的心性，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嘛！啊，观相言妄，观性言真。 这个就是所有大乘佛弟子在修学止观的一个根本思想。你绝对不能依止相而修，依止生灭的相而修，你不能成就不生灭果的，不可能。所以着相修行是不能成佛的。你一定要找到你的本性，乘性即修，以真实的因地才能够成就真实的功德。 啊，所以我们在前面的三简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哈，向望性真的道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更更进一步的了解，其实真妄是不二的。其实佛陀刚开始是把真跟妄做一个很详细的分别真实的心性是不生灭的，希望的相状是生灭变化的。 但是佛陀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生灭中有不生灭，不生灭中也有生灭。啊，相中有性，性中有相。波浪当中是有大海的，大海当中也有波浪。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事呢？我们的目标是要趋向于现前一念心性，但是你要怎么回家呢？ 你还是要用你现在的这这个这个身心世界嘛？你说，哎，我这个身心世界是假的，是暂时的，那我就把这个身心世界杀自杀，我不要我这个身心世界，那你也没办法回家了。你就是要借假修真嘛，你这个身心世界是生灭的，但是你从这个地方关进去，就能够找到不生灭的家。 你当初从真如本性流转出来，一念妄动变成这个身心世界，你回家呢还得要循着这个身心世界回到你的家去。你看看后面的经文讲到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圆通其实就是前面的五蕴、六住、十二柱十八界，从这个特别讲到六根，你还得从生灭的六根门头去误入不生灭的本性。 所以我们常说“借假修真”的，你要假借生命的因缘来成就智慧。你为什么会有智慧？你要听阴声，因为阴声是生灭的，阴声是生灭的，但是它所诠释的道理是不生灭。你还得要假借你的身心世界去拜佛去修福报，所以你必须假借你的生命的因缘来积功累德。 来成就你的不生灭的清净的功德，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的三简经文得到第二个思想，就是真妄不恶的道理，啊，那你把这两个思想掌握住了，前面的三简的经文，你大概就知道了。第一个相妄性真，第二个真妄不恶，啊，这个是整个前面三简的。 啊，思想也是整个楞严经的一个修止观的最重要的观念。好、啊，好，我们看人二的明大君，这一课呢是讲到这个四啊六四的相状是希望的，但是六四的本性呢，却是真实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说明这个道理。 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七大啊，这个大包括整个七大。这个经的意思就是周遍法界的意思，其实七大的体系呢、啊、是周遍法界的啊。我们看经文：若此世性本无所从，当时了别见闻觉知眼满湛然，信非所从，坚比虚空，地水火风。 即名七大性真言容，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那么我们把这个文做一个消释啊，说是既然这个六次的世心啊。当然讲到六次，当然它是一个相状啊，它也是一种作用。那么只要是相状，就是生灭的。那本经在发明这个生灭的法。 是毕竟空啊，它主要的思想就是本无所从，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前面讲过很多，就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了别的心事呢？最后结论，它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密之了不可得，它只是一个业力，其心习真如本性所显现的一种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一个。 假象而已，它没有一个真实的来处啊，所以它没有一个真实的来处，也就没有一个真实的去处啊。那么从六世的啊自性空，我们也可以推论呢、啊，你也应该了知啊，这个六根的了别啊，所谓见闻秀常觉知，那么它的体系呢，也是圆满。 也是湛然不动，这个湛然就是不生不灭。那么它的体性也是一样啊，没有一个深处啊，它本质无生啊。那么这段把这个六根呢、啊、也回归到一念心性啊，乃至于这个前面两个是心法，这一下讲色法哈、啊，乃至于肩带的像虚空啊、地水火风啊等等。 啊，这些七大呢，它的体性都是真实而圆融无碍的，当下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之所显现，而它的本质、它的体性都是不生不灭的。啊，他的观念就是说，七大的相状是生灭变化的，但是七大的体性，当我们把七大的性相状把它破坏以后。 看到他的本性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那这个就不生变啊。这段也等于是有这个相望性真的意思啊。看第二段，阿、啊、然，如心出佛不悟见闻花名了知本如来藏，如印观此六次四心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异为,为非空有。 这段呢是佛陀对阿难尊者的一个啊一个一个警策啊，说阿难，你过去当中呢，你身为一个小乘的学者，那么你在研究诸法的时候，看到啊，诸法应延生，诸法应延灭，那么从大乘的角度来说，你这个都是心外求法了，可以说向外攀岩了啊,啊，看到的生命的延伸，看到的延灭。 那么这个延伸延灭到底是从哪里而来？你从来都没有去关照的，所以说呢是一种粗躁浮动的心思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都是向外攀缘，而你不能够真正的去回光返照啊，去发掘这个六根的见闻觉知，以及它所发动的这个六世的了别啊，它的本性都是一念心性。也就是说呢，我们过去只看到。 因果的思想啊，你造善业，招感的安乐的果报；造恶业，招感的三恶道的痛苦果报。但是这个果报是怎么来的？没有人知道，业力创造的。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在向上生灭的向上打转，我们永远找不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主本性，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成佛。 所以这个地方呢，等于是佛陀对阿难尊者乃至于对所有佛弟子的一个警策。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发明、去了解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呢？佛陀做一下告诉一个方法，他说啊，你应该要从什么地方去观察这个体用的关系呢？就是你观察这个六世的事情呢，是同是异，是空是有，是非同非异，是非空非有。 啊，佛陀告诉这个四个方便啊。那么维大师说呢，其实这四个方便呢、啊，说穿了就是两个方便，就是我们学了楞严经，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去看看事情？维大师说啊，你应该从提跟用啊，提是不变，用是随也啊。我们从这个两个来看，你说这个六是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识。 那么这个六四它的作用是相同呢，还是有差别呢？我们应该这样讲哈，它的体性是相同，都是一念心性嘛。当把六四摄用归体的时候，同一体性；但是当六四一体启用的时候，那是各个不同。你看眼识只看色尘，耳识只能够听音声，所以它们体相同，意。 意呢作用差别啊，这是空有，它的体性是毕竟空的，但是它的相状呢，的确是有它的假名、假象假有，还有它随缘的作用啊啊，非同非异，非空非有，道理都是一样。啊，为什么说它非同呢？啊，因为它为什么说它不是非同呢？因为它同一体性。为什么它非异呢？啊，作用差别。 那么这个观念，你从你只要掌握提跟用啊这两个角度啊，体系呢，当我们设用归体的时候，诸法是随缘而不变；当我们一一体启用的时候呢，那么不变而随缘啊，设用归体呢，这个时候现出的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一体启用呢，那就行业发现各个不同。 这个就是整个楞严经要我们去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好好，我们看忍三的显理性，前面是破除虚妄相啊，破妄这一下显真啊。看经文：如言不知如来藏中信是明知觉明真是妙觉湛然，遍诸法界，含土时须灵有方所，行业发现。 我们先看他的体性啊。当我们把整个六世啊，每一个人的思想把它回归到体性的时候啊，佛陀说啊，其实啊，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呢。在我们一念心性当中，那么一念心性当中呢，他所记足的这个四啊、四大呢，其实当体是真空的。所以你现在有很多的想法。 你看到佛像，想要拜，想要皈依，有这个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当你回归到一念信心性的时候，是密释了不可得的。啊，那么虽然密释了不可得，但是这个真空的体系呢，就记住了十法界的染净的这个四大的功能。虽然密释了不可得，但是它也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 当我们把每一个人差别的思想回归到一念心性的时候呢，换句话说，我们这一念心性虽然毕竟空，但是它却有无量的可能性，它可以去塑造。你遇到好的因缘，你就产生好的思想；你遇到不好的因缘，你就遇到不好的思想。比方说，你现在黄金，黄金可以打造成一个佛像。 黄金也可以做成一个马桶，所以黄金它具足任何的可能性。我们这一念心也是这样吗？啊，我们随我们这一念心啊，它本来就具足十法界的染净的功能这个就所谓的信是明字觉明真实这个讲到信具，妙觉湛然，这个讲到性提啦。妙觉是这一念心呢。 它是极而常照的，湛然指的是照照而常寂啊。这个妙觉湛然也等于是前面的啊清净本来的意思了啊。它是离一切相的啊。那么这以下以极照两个来发明，观念是一样。这个讲到性体，这以下讲性量。这个心性呢是普遍整个司法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心性。 那么这个是讲到把六事的作用回归到本体的时候呢，它的相貌是这样啊，简单的说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具足十法界的德能。好，这一项我们看它的作用，寒土时虚，临有方所，行业化现。那当我们把这个心性啊，你看寒是指寒色的，它理境啊。 这个“土”呢，指的是四造啊，它有业力的造作，它就会显现出啊，整个十法界的啊，各式各样的心事出来啊。所以这个心事的活动啊，心事的出现呢，它不可能有固定的处所。那么它是呢，个人有个人的业力，它就个人显现，这叫行业化现。啊。比方说啊。 我们什么叫行业化现？我们解释一下哈。比方说，你前身本来是一个女众，你是一个女众，你的女众有女众的想法嘛？你现在跟现在想法不一样，因为女众的想法比较保守嘛，啊，相夫教子嘛。哎，你今生变成一个男众，你的想法与男众。 变成一个男众的思想，因为你的男众跟女众的社会地位不一样。那么你说，哎，那我前身是一个女众，那怎么就转成一个男众呢？这怎么回事呢？很简单嘛，就是行业花现嘛。你前身是一个女众，但是那个女众只是一个一时的相状。 那么你用你种的心去造作很多难种的业力，你造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业力。这个业力去清洗呢，清洗你这个清净的本性，你今生就变成一个难种了，因为你造了很多难种的业力你说，哎，为什么他前身是一个人，那他后来变成一只蚂蚁呢？人的思想跟蚂蚁的思想怎么会一样呢？蚂蚁的思想就是我是一只蚂蚁。 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把这个东西搬到西边，再把这个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去，就听招呼就好了。那么他这个，他前身是一个转轮圣王，七宝千七宝千子，怎么后来第二身变成一只蚂蚁呢？那这个思想转变是怎么来？当然就是业力，啊，行业发现。 他的体性是清净本然，但是他受业力的侵袭而产生很多的变化。当业力结束的时候，他又回归到清净本性，又在创造另外一个生命。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事啊，这个事是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啊，在整个六根、六尘、六识当中啊，这个心识的活动啊，它主导的整个业力。 你造善造恶是他主导的啊！我们把下一段说明了、啊，再来再把这个观点再讲讲一下哈。我们看忍世的四迷惑，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事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斗意。那么一般的凡夫啦、外道啦、啊，乃至二乘人呐、啊，在看生命的时候啊，都很难看到生命的全貌。 啊，比如说看到诸法的因缘生，你看到诸法的相状，没有看到诸法的本体；，也看诸诸法是自然而有，只看到诸法的本体，没有看到诸法的相状。我们很难看到的生命的不变跟随缘，啊，体用的同时关照，这是很难的啊。所以，当我们去看到因缘生、自然有的时候啊，其实都是落入了个人的。 四心的希望分别嫉妒啊，这个只有言说相，我们都不能看到生命的真实意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因为不能掌握整个啊生命的全貌啊。这个是啊，我们的内心状态有两两种差别哈，一个是六根。 六根呢，它是一个感受。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东西，产生一个感受啊，快乐的感受或痛苦的感受啊。那么这个感受传给的那第六意识的时候，就产生很多的分别的想法。而这个根跟是呢，根是主导的感受，是就主导的思想。我们讲一个啊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哈，你就知道根。 跟事的差别，有一个大学教授啊，他是一个心理学的教授，他找了十个人呢、啊，十个人来跟他做实验。他有一天就带这个十个人呢、啊，到了一个黑暗的房间，点了几根蜡烛，啊，这个教授带着这十个志愿者、啊，慢慢的过了一个用绳子。 绑成了一个独木桥啊，左晃右晃啊，从这个地方走到对面去了。大家感受到那个独木桥摇晃的快乐啊，走过去了。走过去以后呢，这个大家教授问大家说：“大家感受怎么样？”说：“不错啊，这个独木桥摇过来摇过去啊，蛮有节奏感的啊。”那么后来。 这个大学教授就把这个灯光呢，就打开一半，打开打开一半，大家一看不得了啊！这个独木桥下面的一个很大的水池啊，这水池里面有十几只鳄鱼啊，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了、啊。那么大家过去的时候，心中是有一个想法，它是一个桥。那么这个时候看到鳄鱼的时候，大家开始注意这个鳄鱼了，已经不是看到桥它的心是开始活动。 这个时候，教授说：“我们刚刚这样这样走过来，大概花了一分钟左右，就很快走过来啊。现在我我们现在还必须走过去，谁愿意跟我再走回去？只有三个人可以走过去。看到鳄鱼，没有人敢，脚都软了，都没办法动。后来，大学教授啊，就带着三个人啊，走沿路走回去 还有七个人在后面都不敢走。大学教授这个时候再把另外一个灯光，再把后半段全部打开。哎，在在这个桥跟鳄鱼中间呢，有一个安全的保护的绳索，做一个网子，就你掉下去，其实它这个网子保护你的。就看到网子了，大学教授说：“你们放心，有一个安全网在这里的。” 现在你们看到网子了，有谁愿意走过来的？有三个人鼓起勇气，他看到网子，他走过去了。有三个其他四个人打死都不敢走了，不敢走。那么这个地方表示什么呢？表示其实我们的生命的行为，其实是由我们的思想来主导。我们讲心境决定你的处境。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这个修行的、啊、技巧很重要，其实不是，心态很重要。你看，走路谁不会走路啊？身为一个技巧，你说走路，你刚刚就走回来，为什么走现在走不回去呢？心态不同了嘛。第一批能够走过去的人是开创型的，他看到鳄鱼，他无所畏惧，他对自己有信心，他认为我心中没有恐惧就没有危险。 新人转进，这种人往往都是在事业上是开创型，打天下的。第二种人，他看到的保护网，他也看到恶意，他选择相信保护网，他是乐观派的，乐观型。人生有顺境有逆境，他往往往光明面去想，这种成功几率很高、啊。第三种人往往看到悲观的一面，他不相信乐观的一面，他看到的保护网。 他也看到恶意，他宁可相信恶意这一部分，他不敢动，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我们看到，你一个人的心态永远决定你的状态。你说这个技巧重要吗？走路的技巧重要吗？身为一个技巧，你看谁都会走路，但是心态不同，影响了你的行为。你看，我们看国际的比赛。 网球比赛、羽毛球比赛，真正高手相应的、的相对峙的时候，技巧已经是其次，你的心理的素质、心态决定你的状态，所以跟本金是一样的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你有什么样的思想，你就会什么样的业力，就会变成什么果报。你的生命。 完全是从你的现前一念心性的活动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了，行业发现，啊，所以，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今天呢、啊，我想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一个修行的观念哈，就是你觉得你现在看谁都不顺眼的时候，其实你要赶快去忏悔，不是改变别人，因为你自己的心态决定你的状态。 啊，所以这个楞严经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生命你从什么地方来，所有的东西都从你的内心表现出来。好，好，我们看第四段大众言误。通过前面的佛陀三简的开示啊，整个楞严华会的大众啊，就彻底的觉悟了。 觉悟到生命的本质啊，有真实的、有希望的，真实的部分呢，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无印六入，十住十,二十八界。啊，我们讲不变而随缘，随缘而不变。啊，对这个道理啊，完全的了解的。啊，我们讲说啊，无不从此法界流。我们一念心性一动的时候。 变现的十法界的无印身心，最后呢，无不还归十法界，又回归到一念心行。那么对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是完全彻底了解哈。好，我们看这里面的科啊，分两段，第一段呢是金甲蓄意，第二个是当机起战。 那么这个物意的经家呢，就是这个结集经典的人呢，他来细数法会呢，啊，法会大众呢所得到的利益，啊，他这个结集经典的人来叙述的啊。那么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叙义，第二个叙仪啊。那么叙义当中呢分两段，第一个列叙，第二个广叙啊。我们先做一个简略的叙述啊，看经文。 二十二难记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得无怪。那么，这个法会大众呢？啊，正当佛陀讲完了这个四科七大啊，这个三减的经文以后呢，这个大众呢，啊，承蒙佛陀啊，一而再，再而三，是要详细的来说明啊。 啊，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岩山地理啊，这个微妙的开始，微妙的开始，我们前面说过了啊，有两部分，第一个相忘性真，第二个是真望不恶。啊，原来在生灭的身心当中呢，我们当下就记住不生灭的本性，啊，那我们就可以从生灭当中呢来救路还家。关键的是你是不是能够善用其心。 那么这样的微妙开示，我们得到的两种利益。第一个呢是色身的荡然而无有挂碍，这个荡然呢就是豁然开朗、寥寥分明，对色身的开悟；第二个对内心的开悟。那么维大师说呢，我们过去呢是执着四大来当作自身相。 我们把这个外在的地水火风的四大呢，来当做自己色身的相状。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四大的身相是虚妄的，所以放弃的四大的是自身相呢，而顿悟的清净法身，所以感到色身的荡然。这是第一个利益。第二呢，我们过去呢啊，妄认六尘的言影为自心相。 我们第六意识累积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思考模式，我们以这个当做自我，把这个生命的思想当做自我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放掉这个生命的啊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意识形态，那么顿悟常住真心呢，所以内心呢感到荡然而没有过碍，所以。 在法会当中呢，他看到的我们当下的身心世界是差罗差罗生灭，就像大海啊，飘出一个水泡，它只是一个生面相。那么从生灭当中呢，我们找到我们不生不灭的我们真实的家。所以这个时候身心呢，感到非常的开阔，感到没有挂碍，啊，内心当中感到了找到一个生命的依止处。 啊、这种这种利益啊，啊是一个简单的说明啊。我们看第二段广泛的叙述啊。广述当中呢，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是言悟三大，第二个皆属正因啊。那么延误呢，就是圆满的悟道呢。我们现前一念信心心当下具足体相用三大啊。这当中有三段：一悟性量即是相大，二悟性体即是体大，三悟性具即是用大。 我们看忍一的啊性量啊，就是心性的量啊，它本身呢是向大，也就是说呢，我们过去总是认为我内心世界啊是有狭隘的，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很难平等广大啊，但是事实上这是我们自己障碍的自己啊，我们内心的量它本来是照骗法界啊，我们看经文。 示诸大众，各个自知心片四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务。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到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以后啊，每一个人开始啊，我们过去都是向外攀岩嘛，啊执着身心世界为自我。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始回光返照，结果发觉我们这念心呢。 其实是周遍十方法界。那么再回过来看这个十方的虚空啊，乃至虚空所有的山河大地啊，就好像观察手中一个小小的树叶而已。我们讲心包太虚啊，量周沙界。这个是这样哈、啊，我们我们这样子讲哈，哈，我们的内心呢、啊？ 有两种相貌，第一个是你本来的相貌，本来的；第二个是你现在的相貌。那我这个人的性量就能够容纳这么多，啊，这个是可以理解，可以可以了解，因为我们无始劫来产生很多的习气哈、啊。但是你要了解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的胸量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我们有无量的进步空间，因为因为。 我们这一念心，它原来的设计是说变法界的嘛，那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得这么小嘛，都是法性量等虚空嘛，啊众生花心自小嘛，我说哎，我们的本来面目就这么大，那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啊，因为你的本来面就这么大嘛，啊哎这个这个这个房子设计是一千平，结果我们只用了只用了十平。 那我们自己糟蹋了自己的这个房子嘛，就是说，我们的胸量本来是照片法界的，后来被我们七弄八弄变成这样的一个胸量，所以你现在你现在观察色面呢，就是说，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然后你现在的面目是什么，那么哪些还有进步的空间，我们就知、是、道哦，我要从哪里下手。 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开始回光返照啊，原来我们的心呢、啊、这么广大啊！你看那个虚空啊，乃至虚空的东西啊，就像树叶一样啊，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人恶的悟性体即是体大啊，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集菩提妙明圆心心经片言。 盘国十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悟到我们这念心性之体呢，它当下是清净本然。这个体大呢，是指的是离相清净，它是没有相啊。说是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以后呢，在回光返照啊，在世间上诸所有物啊，包括了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总而言之，就是身心世界呢。 啊，这些生灭的因缘呐，其实它当下就是我们无上菩提所相应的微妙光明的这一念心性，而这一念心性呢，它是特别的精纯，不夹杂，而且周遍圆容，无所欠缺的，而且能够含容包裹十方的世界。 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这念心呢、啊，它本来是无相，本来是无相，就表示你可以改变它。然后我的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相状，那你就完了。哎呦，你、那、看、個、我的心本来就是一个人的相状，我的心就是一个人的心，那你怎么能够成佛呢？啊，因为它无相。 所以我们才可以加以改变，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念信心性、啊、它本来就是啊的一切相啊，这体大。看第三段，悟性即即是用大，这一段讲到这个行业发现哈、啊。反观父母所生之身，有彼十方虚空之中，吹易为尘，若存若亡，如占聚海流，一浮鸥。 起灭无从。那么，当我们明心见性，当我们找到了现前一念心性以后呢，我们回过来的观察我们父母所生的这个肉团身呢，啊,啊，这好像啊，在这个十方虚空当中啊，吹起一个围城。这个围城在虚空当中呢，飘来飘去呀、啊，上下的飘荡，而这个虚空呢，指的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 这个围城呢，指的是我们当下这个色身，啊，你从这个譬喻就知道哈、啊，这个色身是变化的虚空，它是不动摇的，这是第一个譬喻。那么第二个譬喻呢，就好像一个湛然澄清的大海，那么被这个夜里的风一吹呢，吹起一个小水泡。那么这个水泡呢，它是起灭无从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 那么这个水泡呢，指的是我们的身心世界。那么这个大海，就比啊现前一念心星,星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文当中啊，他就是不断的告诉我们哈、啊：观相言望、观性言真。啊，相状的东西是变化的，是暂时的。那么心性是永恒的，啊，是我们的生命的依止处。 好，那么我们做一个总结了，把前面的体相用三大做一个总结了。解属真因啊，这个是修学无上菩提的真实的因地。了然自知，或本妙心常住不灭啊，所以到这个时候法会当中啊啊，彻底的了知，也就不再疑惑。原来我们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是常住，是不消失的。我们的色身会死亡，但是我们的心性。 从来也就没有生，也就没有死亡。我们对死亡感到恐惧，那是因为我们对色身产生执着。因为你心性，啊，笑莲居导师、老静师常讲一句话：本来无生死，生死由心现。你看为什么有些人他你命中的时候，他对死亡不害怕？你对死亡害怕，表示你的心呐、啊。 你的心是住在你的身心世界，你就执着这个身心世界。你执着水泡的时候那你就完了。水泡是变化，你的心就跟着它变化。你的心住在什么地方是非常重要。因何因住？你看，哎，他为什么死亡到来是不害怕？因为他没有把心住在身心世界，他安住在现前一念心性。 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跟大师讲真音？你这个修行啊，你内心的一直处啊，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因呢。诸佛成就无上菩提的真因。你的布施用什么心态来布施？你用什么心态来持戒？用什么心态来拜佛？用什么心态来念佛？都是依止常住真心来修行，你才能够成就不生灭果。好，好，我们。 休息一下哈。